又到圣诞，又到圣诞，呢几集咧，我哋会同 Teddy Coffee 继续预祝圣诞节。想睇更多咧，快啲俾个 like 同订阅我哋嘅频道，同汪星人一齐感受圣诞嘅气氛。Happy！圣诞节就嚟到啦，今日我同老公会去葵芳新都会嘅梦幻冬日雪之国啊，举行日期系2023年11月13日去到2024年1月1日。当中有不同的节目，其中一个就是溜冰体验，在11月18号正式开始，去到出年2024年的1月1号。如果想参加这个溜冰体验的话，首先要成为 The Pond 会员，然后就用3000的积分或者即日的消费券500元的消费换两个人的入场溜冰45分钟。因为去溜冰带唔到 Teddy Coffee 啦，咁我哋今日咧会自私食啊，去呢个葵芳新都会一间人气嘅韩国餐厅，叫做 The Gen 啊，系由恭合春、步将马车等等等嘅五间韩国餐厅美食组成噶，所以非常之多嘢食嘅。我哋阵间就去睇下，太多嘢食啦，不能进入啊！水冷面。有选择困难症的你都可以好像我们这样叫套餐。我们叫了韩式甜辣酱炸鸡，这个挺好味，而且我觉得它套餐最正就是平日叫整碟鸡怕吃不完，套餐只有4件，刚刚好还可以吃多些东西。正常煮饭真的太好了，不是一般啊，因为只系得豉油味，面质系 OK 嘅，系个酱料普通。好溜啊个感觉，但好似好好食，闻到好香蛋味啊！呢个芝士泡菜蛋炒饭，点解可以一啲泡菜味都冇嘅？死啦！最好食咧，我觉得系呢三个前菜啊！失望啦，食饱咗嘅，咁啊，可能系我哋嗌嗰两三款唔好食啦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出发去溜冰啦。啊，呢度好靓啊！啊，个溜冰场原来好细噶咋。而且不是冰那种的胶质地，原来是这样的。同一般溜冰场不同的，不是很跣的咋。老公样样运动都叻，最差就是溜冰啊！我哋仲惊你溜冰场咧会好冻啊，点知系假嘅冰场，好热啊而家。其实系因为佢完全咧系唔鲜嘅。不过呢度啲圣诞布置好靓啊，可以带埋狗姐嚟影相。好得意啊！呢度嘅好处系唔使惊跌咯，好啱小朋友，好啱小朋友嚟玩啊！原本觉得45分钟太少啊，但系而家我哋玩咗5至10分钟，已经热到想走啦。佢熱到衫都除埋啊！啊，你係一個唔係溜冰場嘅溜冰場，學識溜冰。